凭什么在这里当评审？你懂格斗吗？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选手在台下被你评分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心情？狠狠掐住评审脖子，对方也毫不客气，赏他一巴掌反击，麦克风更被甩到飞出。我对，动手啊！资深艺人孙鹏还有迪英的儿子孙安佐争议不断，最近又被爆出他在担任真人秀的评审时是不断的对着选手周围的人碎碎念，而且大小声，这是让其他的评审看不下去了，是直接飙粗口开呛说我忍你一整天了。而这也导致孙安佐不满，是直接掐住了对方的脖子，而对方也以重拳反击，两个人是当场爆发了肢体冲突，场面相当火爆。我跟你讲啊，你脑子有洞没关系。过去争议连连，才宣布要重回正轨的孙安佐，近日担任真人秀节目评审，疑似在选人阶段不断对选手周围的人碎碎念且大小声，让旁边评审很不满，冲突一触即发。从头到尾，你凭什么在这里当评审？你懂格斗吗？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选手在台下被你评分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心情？只见孙安佐越听越气，一个转身狠狠掐住评审脖子，对方也毫不客气，赏他一巴掌反击，麦克风更被甩到飞出。哦，对，动手啊！旁人见状，急忙将两人拉开。孙安佐前一秒还笑笑，转过身立刻变脸，双手握拳，还摸了摸被打完发烫的脸颊，而两人也持续对呛。我没在跟你闹着玩，像其他选手一样，我没在跟你闹着玩。I got you on that one。管你现在。撂下狠话后，孙安佐直接走出摄影棚，气氛降到冰点。孙安佐经纪人也回应，全院就是真人实境秀节目，核心就是想传达日常的小冲突纷争就由拳赛来解决。而孙安佐过去脱序行为接连不断，先是在泰国呼麻，还带瓦斯火枪上线街头，近期状况看似好转，大方分享父亲节与爸爸孙鹏的互动，似乎有意扭转过去的暴怒形象，如今再爆打人风波，效果似乎不太理想。新闻采访张世涵特报道。